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背考研词汇。今天是我们第18讲的内容，叫做从 alleviate 到 amuse。 alleviate 是个动词，做动词表示减轻、缓和、缓解啊。这个词大家怎么记呢？前缀 al 等于 add， 表示朝一个方向或者去哪儿，中间的 lev 表示轻啊。大家知道 alleviate 和 relieve 并不是同义词，为什么呢？因为 relieve 除了可以表示减轻、解除之外，它还可以表示救援或者救助啊。也就是当一个地方出现了某种灾情的时候，我们去伸出援助之手。是饥荒 ,OK? 那么同时 relieve 还可以表示换班啊。什么叫换班？换班就是一个人工作了很长时间啊，他已经很累了，有一个人过来替他接着去工作，去缓解他本身。
大家的这个心啊提起来啊，提得稍微的高一些啊，昂首挺胸的感觉。我们来举三个例句，比如说 It's important that the injured leg should be elevated 啊，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哪一点啊？受伤的腿应该被举起来，应该被抬高，也就是说你做牵引把腿拉起来，否则的话受伤的腿可能血液流通不顺畅，或者是整个会出现其他。这个意思。再比如说 The song never failed to elevate his spirits、啊、这首歌从来都没有失败过、啊、在哪方面、啊、在提高或者振奋他的精神上，也就是说有一首歌他一听到就会马上感觉到这个心里充满了动力、啊、你身边也总会有这种歌曲，就是当你低迷的时候听到一首歌或者想到一个故事，你就马上会非常非常的干劲十足，对吧？所以 elevate 是一个非常好的词。Elevate 的名词叫做 elevator， 在生活当中 elevator 尤其是美式英语当中指的是电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直梯叫做 elevator。 那么英文当中还有一个单词也叫电梯，叫做 escalator， 这个词的前缀 e 也是向上，中间的 scale 和 climb 跟爬相关、啊、我们后期会专门学这一组单词，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就行了。 climb 是爬，后面是一个复合名词后缀 ator， 就相当于一个动词后缀 ate 加什么呢？加 or 表示人或物，所以这里的 e 不要了啊，所以是 ator、okay? escalator 指的是向上缓慢爬行的这种电梯，所以它指的是手扶的这种自动的扶梯啊，不是上下的这种升降的电梯，好理解吧？如果说这是 elevator 啊，好理解吧？那么这就是 escalator， 这俩词你要注意区分。那么我刚才讲过 elevator 是美式英语叫做升降机啊，叫电梯。那么在英式英语当中啊，电梯升降机叫做 lift， 大家注意这个词，它的写法其实也比较简单，你可以直接把它想成什么呀，就是 lif 就是 lev 就是轻就是举就是往上走，所以加了个尾缀 t， 所以 lift 做名词它可以表示电梯，而它做动词呢可以表示升起举起，好理解吧？牛老师，那怎么表示消散？消散其实就是往上面飘的时候就会变没有了。我们说雾霾很严重，雾霾消散的过程就是，其实就是变成蒸汽往上走的过程。好理解吧？哎，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Could you help me lift this table, please？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桌子，举起来一下啊？让我这个再把桌子下面的垃圾扫一扫。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你可以说 lift this table， 或者说 She lifted the baby out of her chair。他从他的椅子当中啊，把孩子抱了起来，或者把孩子举了起来啊，可能就是带着孩子出去散步这种感觉。下一个句子啊 ，The morning mist， 早晨的雾啊 ，had lifted 啊，消散了，就是飘高了，升上高空就没有了。And the sun was starting to come through 啊，太阳光啊，开始穿过了这个雾层啊，照到了大家身上。Come through 是从立体空间当中穿过 ，OK。最后一个句子 ，Take the lift to the sixth floor， 坐电梯，乘电梯到六楼，啊，可能六楼有你应聘的单位啊，你问下面的人说，我去哪儿应聘啊？他说 ，Take the lift to the sixth floor， 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单词，一个叫 elevator， 一个叫 lift， 还有一个叫 escalator，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OK， 我们接着往下看，下一个单词跟 lift 读音很像啊，就是一个元音的变化，叫做 loft。loft 也表示向上走。它指的呀是一栋楼当中最高处的那个房子啊，中国人翻译成阁楼或者顶层。另外，在我们中国现在市区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嘴里啊，就到处打广告，老是说 loft loft loft， 其实就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复式结构。
一变，速度就加快或者变慢了。那么 lever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用法，叫做手段、途径、工具，其实就是借助了一种东西，让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变得轻松了。它仍然是一种非常非常形象的说法。比如说 they used their money， 他们把他们的钱啊用作什么呢？ as a lever， 用作一种杠杆，去干嘛？ to gain political power， 去获得政治上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把钱
然后看这个第一集，小猪佩奇在踩泥坑是吧，然后好多孩子都买了靴子去踩泥坑啊，这很开心啊，但是对孩子没有什么启发，甚至是在误导，对吧？但是你看这个有的这个动画的情节，他就会教你
让你脑子当中对一个昏暗的想法亮起来啊，就是哦，我懂了这个意思。比如说 ，This text illuminates the philosopher。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认识 ，OK。还有一个单词叫 illustrate，I L 啊，还是 I N 加注入 ，luster 就是 light 叫光。你仔细看 S 通 G， 因为 S 和 C 互换 ，T 后面没变啊，加了一个 E R， 其实这里的 E 也省掉了，好理解吧？所以 luster 还是光啊，后面是一个动词后缀 A T E，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还是注入光。所以它跟 illuminate 的字面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这两词在生活当中用的不一样。 illuminate 侧重的是修辞上来说是说明，是这个诠释，而 illustrate 侧重的是图解或者举例说明，就是更形象的手段啊，不只是用这个文字去叙述或者口头去叙述，而是举例或者这个配图来告诉你它更加形象的更加简单的这个诠释的方式 ，OK， 比如说 ，to illustrate my point 啊，为了去这个诠释我的观点啊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story， 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也就是说，通过故事让你脑子当中有一些非常非常形象的画面、啊，能够了解我的观点是什么，或者说 ，an illustrated textbook 指的是插图本的教科书。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也就是说 ，illuminate 指的是说明或者阐释、诠释，而 illustrate 是举例说明或者图解，搞清楚了吗？所以这种说明是更加清晰的啊。它的名词叫做 illustration， 叫举例说明或者例证或者是插图。比如说 ，the statistics are a clear illustration of the point I'm trying to make 啊，这些数据啊是关于我的观点的非常非常清晰的例证啊，就是。我说这个去年中国这个有多少人啊从这个小康到了这个富裕家庭啊，我这样说好像没有力度，你们看图表啊，中间有数据啊，就会发现它会对我的这个想表达的观点是一种非常有力的例证， OK。 再比如说 50 full color illustrations 指的是50张全彩图的这种插图啊，就是一本书当中一共有300页，有50张是全彩的插图啊，这种感觉。下一个是叫 Lunar， 你仔细看它写的像不像 Lumen， 流明啊，是不是很像？ Lunar 做形容词表示月亮的，也是会发光的一个物体啊，但是它是个形容词。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啊， Luna 是希腊神话里的月亮女神，叫卢娜啊，所以 Lunar 作为这个形容词叫月亮的啊，也不难记。我们平时说的阴历就叫做 lunar calendar 啊，它对应的是阳历叫 solar calendar 啊， solar 前面的 sol 就是 sun 就是太阳。好的，对吧？哎，就是这样。下一个词叫做 illusion， 这个词啊，在考研阶段跟它相关的同源词基本没有啊，所以我们来注记，简单的把它记住啊就可以了。你可以想成 I L 叫什么？叫进入。loose 叫 light 叫光啊。S 和 T 正好我们学过，它是可以变的，是吧？这样你记也不麻烦。后面是一个名词后缀 I O N。Illusion 指的是陷入白光中，就是你眼前全是白光啊，这叫什么？你可以把它想成幻觉、假象。哇，眼前一片这个白茫茫，是吧？我是不是上天堂了啊？这种感觉啊。结果一会儿有一个穿白袍子的老爷爷过来说：“来，我拉你上伊甸园，是吧？”然后你就充满了想象，伊甸园里是不是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夏娃啊？这种感觉啊，叫 illusion， 叫幻觉啊。比如说 mirrors。
那么 local 在当地的 locate 本身就有什么呀？就有坐落于一个地方或者位于哪儿的意思。因为 lock 是地点啊。你老师他怎么有查出探出的意思？其实就是找到了那个东西所在的地方或者那个人的藏匿的地点，叫查找什么的地点。好了对吧？比如说 police are still trying to locate the suspect， 警方仍然在尝试这个定位犯罪嫌疑人的地点啊。再比如说 the school is located near the river， 啊，这所学校坐落于小河旁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下一个是叫 location， 啊，这个名词指的是位置场所啊，定位测位，它是个具体的位置啊。比如说 this is your location， 你在商场的时候你看到一张地图上面有一个 you are here， 你在这儿，那就是你的精准的定位啊。然后你想去哪儿，从这个你在的地方去看那个地图怎么走就行了。那么 location 是个具体的位置。还有一个抽象的单词叫做 locality， 它指的是这个位置这个概念或者是一片地区，它不指在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位置，不像 location 上 this is your location， 好了对吧，这是非常精准的。比如说 there is no airport in the locality， 在这一带啊，就不知道是哪儿啊，它是不具体指任何一个位置，指的就是这一大片区域，在这一带当中没有任何的机场，就这个意思。或者说 she has a good sense of locality， 啊，她的这个方位感非常非常强啊，也就是说他记住一个这个餐厅或者记住一个这个商店在哪儿的时候，以后呢他自己找他就能找到啊，不用导航啊。所以这种女人特别可怕啊，就千万不要带她去逛街。 OK，
还是这个支架底层啊，底板啊，其实都跟什么？都跟在尖上相关，或者都跟在上面相关。OK 啊，就是这样。
这跟缪斯，跟缪斯女神，就是掌管艺术的女神相关，比如说 museum 博物馆，它前面的缪斯就是缪斯女神的。博物馆早期指的是这个缪斯女神的神庙啊，就是大家把自己觉得在艺术方面的巅峰的创作全都放到缪斯女神的庙里啊。那后来变成了学习艺术的地方啊，学艺术的场所，就是变成了博物馆或者展览馆的意思，叫 museum。不用去细究了，但是今天整体的词汇量啊，包括单词的难度，相对之前的课程还是有所增加的，所以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做好复习啊。这就是缪斯女神啊，九个缪斯女神啊，大家懂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啊，是从 alleviate 到 amuse，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啊。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see you next class。The limits of your language are the limits of your world。语言观决定世界观。